想起你，在这空空房间里，思念太细，在我们曾经的梦里，来不及说我爱你，却不得不分离，心痛到无法呼吸，只因你。可惜这样失去你。莫名其妙。嗯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我就不信，哎，这种跳大神似的方法能学画画？哎，你问凡凡，这种方法有没有用？凡凡，你告诉爸爸，现在咱们是不是进步了？告诉爸爸。告诉爸爸。嗯。啊，有没有进步？咱们不理他啊，继续画。来，妈妈给你包上。嗯，这儿呢，都在。啊，要不我坐那儿，你坐这儿。啊。我待不了太长时间，还要接儿子呢。嗯。怎么了？笑得那么尴尬。沈宇，其实我们想跟你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？你不会要告诉我你想背叛老朱吧？说什么呢？我们是希望你不要误会。误会什么呀？那个，这个事儿还挺难开口的。就怎么了？王老板对凡凡的评价，其实挺不负责任的。孩子的确是父母的希望，但父母的希望也得因地制宜。你什么意思？魏明之前也跟老朱抱怨过，说凡凡他不喜欢画画，你这么折腾人，累人累己的，何必呢？我儿子要怎么样，似乎不用你来告诉我吧？可是沈宇不用外一个人来帮忙。沈宇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只是爱屋及乌，想把曾经的失去嫁接在孩子身上，可是这样是不对的。顾小薇，你什么心态啊？沈月，小薇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越不堪越能显出你来是吗？我说你这么想，心里阴不阴暗呢？谁阴暗，谁心里清楚。在美术馆的时候，你一直在给我甩脸子看，我没跟你计较，对吗？不就嫌我抢镜了吗？嫌我在这个导致你跟朱铁丝之间至今还不三不四的人面前抢镜了，你心里不舒服吗？告诉你，顾小薇，我现在有家有口，我没有你那么多心思，没你那么多心眼儿。你想跟他怎么样，我一点都不关心，我也无所谓。
用不着心虚，你也不用敌视我，更不用想着法儿的来挤兑我。尤其不要拿我的孩子来说事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知道，儿子对我来说不能挑不起。你玩的太过火了。兰燕没来年似蜜，兰燕一到如山倒。我就跟你说过了，这事真的挺难劝的。我就是有病，我就是贱，行了吧？这么多年没有见你，我有一堆话想要跟你说，可是我偏偏为什么非得拽着你跟他裹乱呀？我就是有病，我也觉得我自己有病。任何甲乙手术对身体都是有损害。低胸的性感吧？啊！我今天见多少我就买多少，手术之后我一件一件穿给你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把我的胸垫拿到这里了。你这干嘛呢？让你画画，听见没？哭什么呀？妈怎么跟你说的？你不画了怎么成才啊？你看什么妈啊？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不是让你画画怎么了？怎么跟你说好的？不是你，张老爷，张老爷，走了，张老爷，走了。你们这是合着伙的吧？不是你呀、啊，你没看孩子是累哭了的吗？你说你还要干什么呀你？一哭
你们就哄，我还怎么管孩子呀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教育得因人而异，你不可能让他啊生拉硬拽的就非得照着谁那模子长。那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问你呢。华伟林崩一个屁，我儿子受俩月罪。你说我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行了，沈玉啊，我不想再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跟你争吵。教育问题，你扯上华伟林干嘛呀？我不就让凡凡学过画画吗？怎么着你了？你那么紧张啊？我怎么紧张了？我有什么可紧张的？相反，我倒是觉得现在啊，这紧张的人是你，色厉内荏，透着伪装被撕碎后的心虚与慌乱。为什么？我紧张啊，魏明，我发现你真是一朵奇葩。对，我紧张，因为我怕儿子长大之后，因为缺乏什么，跟你一样，在别的男人面前自卑。你过分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信不信我可以把华伟林在你心中的光辉形象一撸到底？来啊，魏明儿，好好说，别吵。哎，这儿没你们俩什么事儿，能走开吗？爸，妈，没事，我没什么。不过今天的这个事情吧，我必须得跟他就是弄清楚了，不然他这辈子啊都开不了窍。沈玉，你跟我出去。啊！哎，你们别吵啊！我没点啊，干嘛？你到底够了没有？哎，等会儿，魏院长，正好你们两个人都在是吧？来，你来，张老板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教学大楼所有走廊里挂的都是你们这儿的画，一共要花多少钱？华伟林啊，你敢不敢拍着胸脯告诉我老婆？我们家凡凡什么时候在你嘴里边变成天才的了？这儿的情况我调查过，已经揭不开锅了。你们要业务，要利润，要钱，所以你就昧着良心卖好，对不对？沈宇，这就是真相啊！就在你被人拍了马屁、五迷三道的那段时间里，黄老板是一趟一趟的跑到我这儿去推销。张口闭口就打的你的旗号，我为什么一直憋着不跟你说呢？我就是怕你伤心，怕你看到现实太过晦涩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沈宇，其实我知道，你后来想说你找过我，对吧？错不在你，在我。是我太迷信，太把你当仙儿了。我忘了，你也得在现实里打滚。你们别把事儿都赖他身上。你愚昧，你别赖人家。你记性没那么差，忽悠你的是黄老板，他一句话都没说。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，所以我信了。沈宇，你就要身在他了是吧？不是，顾小薇，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看不下去，不行啊！你们两口子吵架，拿他泄火要脸吗？你们？哎，不是你，明白了吧，华伟林？你不搅和事儿，事儿搅和你，你出现就是错。哼，撩我，鬼使神差的奔这儿来，就是有人撩我呢。行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美术馆的客户，我要你的画，我也有楼，我不在乎你是谁。因为我没有他们这种脆弱家庭，我也建不起来。他来。
什么事儿啊？小薇啊，今儿这个大爷是从总行调了信贷部主任，本着一颗找事儿的心，难缠之极，我们实在没辙了，想请你出马。你们黑不黑啊？好事儿你们上，难缠的事儿就交给我。哎呀，那这不是顾总你有内线外交的特长吗？内线再发达也不能包治百病啊。你这得相信我啊，有时候他男人跟男人的事儿啊难搞，可是呢女人这么一登场，话一软，泪珠子一滚，就见坡下驴了，好使。行了行了，既然已经没皮没脸了，那就速战速决吧。这个你一定要柔软，关键在柔软，你懂的。絮叨叨的，上年纪了吧你？这一点他还用你提醒？小雷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姚主任是吧？新调来的，想跟我们公司找茬儿，滚出去。虽然是个民营企业，但是想跟我们京西地产合作的银行多了去了。你要是想继续合作的话，就少废话；要是废话的话，就立刻给我滚出去。守着个金饭碗的还不把自己当人，逮个机会就想讹抛屎，你就不怕儿女嫌丢人不认你吗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滚出去。怪不得心浮气躁，跟在这儿呢，怎么又想躲啊？除了躲你还会什么？顾总您别生气啊，这个都怪我没沟通好。你说你们公司需求量大吧，我就组织画家们流水作业，可伟林他比较清高，他说那叫画行话，坚决不干。我不现实，画什么？你想怎么画？你听自己的就行。我不想沾你的光。那沈宇那头你就……你知道我不想的。所以你又躲了是吧？躲躲躲！除了躲你还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树欲静风不止。瞧他的赖车，那是隐瞒质量问题，你用不着自己往套里钻。都一样的，女人都一样的。之前是为了得失在不安，无需不安了，又觉得有太多的东西无处寄放，因为藏着遗憾，所以心里乱乱，找不着北了。彼此给个机会吧，威廉。你飞不起来，我们就落不了地。这孩子啊，挑个饮料跟别人聊半天，碰上同学了呗。哎，魏老师打电话过来求助，咱们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吧，哪怕就侧面的劝导一下沈宇嘛。在孩子教育上，一家一个模式，咱外人插不得嘴的。哎，你不够意思啊，亏你还暗恋过沈宇。哎，你这什么逻辑嘛？没用的，根源就不在孩子教育上。我告诉你，这两口子要吃了上顿他没下的，就绝做不出这种事儿来。当婚姻不再为生计担忧，为生存打拼，爱就失去了基本物质的捆绑，导致浓度是越来越淡。
最终因为习惯而看不见，于是所谓的情感世界就闲得慌了，淡出了鸟了，就开始把曾经遗憾的、失去的，不管好的坏的，通通进行故事化的演绎，放在潜意识里面走。转眼看今朝啊，就觉得这爱呀，它无处寄放了，于是就载着一个能够表达出爱的载体，让自己泛滥，好不享受。这是灵魂最深处的问题，请问谁能帮上我？我忽然发现，你真的好有内涵啊！低调，对伴侣保持崇拜感是婚姻的重中之重，这一点。你做得很好。哎，称重。妈妈，我不喜欢画画。看看画得多好啊，色彩多有想象力啊。凡凡，我觉得咱们呀越来越好了，已经。咱们坚持教育真理好不好？来。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也没接，哦，可能开车呢吧，没时间。真是的，这人家说这冷空气要来了，还带着凡凡往外跑呢。哎呦，魔怔，他这就是魔怔。你说那什么棒什么棒来着？当头棒喝。你给他当头棒喝啊？他不但不思悔改，还是变本加厉的折腾。岳父说的极是。且生且生，大周末呢不让凡凡消停啊？这是不顾我外孙子死活呀！文明，我把话放这儿，现在外边下，啊，待会儿他回来，凡凡身上要轮湿了一点儿，甭轮湿，身上一抠抠，哎，一抠抠，沈元朝，我给你露一手，我跟他没完。哎，回来了，坐下了。哎呦，凡凡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没停车位，我就停到外头，身体都不湿的。哎呀，我这带来雨衣，脱了，宝贝，穿衣服去了。啊，哎呀呀，没关系吧？宝贝，乐宝宝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去洗手，去洗手，吃饭啊。哎，刚说什么来着？那个湿了。该吃饭了，我说饭凉了，热热菜。你看你这山这么高吗？未眠神雨，你们快醒醒啊！凡凡发烧了。啊，发烧了！哎呀，这一起夜就发现他不对了，他姥爷正在给他量体温呢。哎呦我的天呀，40度，快送医院！来吧，给我打点药。那什么，我去安顿凡凡，大家也都熬了一宿了，就都歇会儿吧。哎呀，幸亏啊，发现的早，一个吊瓶下去还治得住，要不然转成肺炎就麻烦了。别得不得，我去做点饭去。妈，甭麻烦了吧。我去做点吧，要不一会儿谁饿了还有个正经的饭吃。哎呀，您包。好了吧，孩子。不是躺什么躺啊，衣服还没脱你就躺。
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看你手凉的，我来吧，笨手笨脚的，你出去行不行啊？怎么了？我请你出去吧。我怎么了？我请你出去，出去吧，好吗？不是我。伟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用这副嘴脸对我呀？凡凡生病，我也不想他，我也很难过。不要弄得我跟罪魁祸首一样，行吗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刚才你有点碍手碍脚的，没觉着现在凡凡不想让你碰他吗？他是我儿子，我为什么不能碰他？你碰一试试。我问你，现在孩子在你手里都变成什么样了？他都变什么样了？一个四周岁大的孩子啊，你不因势利导，非得掰着他长，你这么掰掰掰啊，你早晚给他掰出残废。冲着我来是吧？可算逮着把柄了，你冲着我来。不是，你还来劲儿了是吧？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没事。我早就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是教育孩子吗？啊，你这是摧残！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呀？你们啊，我这天天的又教课又带孩子，我的辛苦你们看不见没关系啊，但是你们吵起架来骂起我来，你们一个比一个大声啊！哈，不是，哎呀，我们没有怪你。我们是希望你能掌握一些火候，哎，你想想啊，你一个大人你都觉得累，那个孩子他能受得了吗？妈，别的孩子也上美术班，别的家长也这样。人家家长该死，你也该死啊！你那叫混账话，话糙理不糙。人家孩子有这天赋，咱这孩子没这天赋。天赋是靠培养的，他还是个孩子。那你也不能生拉硬拽。别给我乱扣帽子了，行吗？我的儿子。要怎么教育，我比你们清楚。清楚个屁呀！魏明，你那个文明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实话啊，就咱们凡凡那两笔鬼画符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啊，你也是有审美的，他没这方面天分，你比谁都清楚。鬼都骗不了你，骗你自己，别自欺欺人了，行吗？啊，拔苗助长行不通。我还告诉你，凡凡是我儿子，他不是华伟林的。这才是你的真实心态，对吧？这才是你挑唆我爸妈昧着良心跟你一块阻挠我的真正原因。什么叫昧着良心呢？啊，不是，谁看不出来呀？就这段日子你变本加厉，你冲谁呢？你不是冲我们，你冲华伟林呢？哦，华伟林飞不起来了，你就哄着凡凡飞。我请你不要把自己的遗憾转嫁到孩子身上，也让孩子将来成为遗憾，行不行？干什么去？哎，不是，干嘛呀？哎，不是，孩子逼你，你想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小雨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小雨，干什么混蛋？小雨，没看都发烧呢？是我儿子，我为什么不能带走啊？那叫别人，别提了。你听见孩子说什么了没有？你听见没有啊？哎呀，这孩子着凉了。不是，你说你能不能？姚主任被我骂了一顿之后反倒老实了，见面客客气气，办事也挺利索。说明男人所谓的博弈大多数都是把问题人为复杂化，浪费时间。那咱们也去翻旧见，马上接回来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在很多方面我都是对的。明天一早领证好不好？用心看看华伟林的作品，我真觉得可以提升公司的档次，我的感觉就没错过，相信我吧。我们讨论一下自己的事情，就这么难？
我就是想找个气口，让自己赶紧落地。我可一直都在等你们呢。王美林，你这个小兔子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这是干啥呀？我在叫你掺和，你成了一个祸害人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祸害啊？都是因为你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有病啊你！哎呦，你说你们这都怎么整出的事儿了？真是，哎，是不是你又跟我妈打秘密电话了？小薇，不是你想象那样的。你不用冤枉人家啊，她半句话都没说，是我自己猜出来的。才怪！我向她打听你们俩的事儿，顺便问了一下华美林，她无心。我着意，行了吧？听这小子在省城，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我就是有点婚姻恐惧症而已，你别栽华美玲身上。你恐惧什么？你不做贼，你心虚什么呀？你恐惧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跟小薇只是碰巧遇到，偶遇而已，没有任何偶遇。他就来买你的画啊？他就因为你唐三染老朱？哎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啊？他七荤八素的都是因为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他走之后我跟你说什么了？你的感情，你的感情是被他利用的。你怎么着？你还非要黏糊在一起吗？你说什么？什么？我走之后？啊？小薇，不是什么大事。那天我去帮阿姨修水管。你还说什么？你还说？你跟我说的是，我走之后，他没有去过家里一次，他也没有找过你一次，问问我的情况。你一直都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小薇，你是不是也知道这骗局啊？你们合伙起来骗我啊？这算怎么回事吗？够了！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在做。蜜缸子里泡着还矫情，谁想到身边就这么脏。小薇，你别往歪处想了。你明白了吧，华美莲？是非在是非人自己身上，有你没你都一样。你躲除了浪费自己屁用没有，你成就不了别人。是啊，我也是一下午没看见沈宇，没找到他。不会结什么仇，都是一家人，怎么可能结仇呢？哎，对了，晚上啊，咱们吃晚饭的时候啊，聊聊家常，都互相给个台阶下就完了，啊？哎，行，岳母。哎，好的。闹翻了，想起我来了。为了我不跑，他们都跑了。你还委屈呢？我觉着华伟林才倒霉催的呢。你真觉着是你妈断了你跟华伟林啊？
没他，我们俩也走不到一起。否则当年，我也不会逃出来投奔老朱。想知道他等我，不是因为想回去，只是愿意被思念。幸好我妈一直在撒谎，让我的人生轨迹换得还算利索。你看你现在不是挺明白的吗？你不也一样？心态特复杂吧？是一样。感情早就了结，但是有些印记想抹也抹不去，一不经意就会泛滥。带孩子带的心力交瘁，还人憎鬼嫌弃的。这词儿用得好啊！讨厌。其实我一直在反省自己，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心里还有一些遗憾，所以想强行克隆到自己孩子身上。主观上未免有一些小肚鸡肠，但客观上它是对的。的确，这样对孩子、对夫妻之间都不好，应该挺大的。你说魏明要是知道你在这儿自我批评，得感动成啥样啊？所以说你要向我学习啊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华为林我是要索取，可是对老朱却总免不了想要等价交换。或许是觉得他不是我的真爱，就害怕对他不公平。所以老朱对你越好，你就越紧张。蓝眼出现的时候，你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想给自己的错乱找一个支点。那天我跟华伟林说他飞不起来，我们就落不了地。的确，那是属于我们的，别人无法取代的技术。如果不能完美终结，这门就关不上。过来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不干不尬，旧梦回不去，就只能妥协现在。未来还有更多的责任需要妥协，所以蓝燕出现的时候就会乱掉。那些悸动的、激荡的、无以言说的回忆，都会因为妥协越缩越小。真的挺辛苦的。老师，我是文艺学院的学生，三年级，沈老师我也认识。哦，是吧？你在这儿？我在这儿打工，勤工俭学。挺好，挺好，能主动为家里分担负担哈。
哦，那个，我说这个话你别多想啊。嗯。如果我买了你卖的酒，你有提成吗？有。没事儿，今天老师啊，想喝点酒，说好了啊，不许拍照啊。哪敢啊！这个家长对孩子，何必要那么严苛，是吧？你看像你这样，自食其力，阳光生活多好。你以为我从高中到大学，每天都得出来打工，否则就见不到灰心。穿不上新衣服，这样算是挺好吗？说吧，你是想淑女点润润唇，还是往大了喝？你看啊，我肯定了老公的正确性，你也痛定思痛了一把。臭之前，咱们必须得嗨一回啊！堕落之后才能浴火重生嘛。靠谱，说不定宿醉之后，我就豁出去跟老朱求婚了。真的假的？做子女的最不能选择的就是父母，只能受着。父母之间的矛盾呢，又一定会辐射到孩子身上，啊，这个谁躲不了？岳老师，你喝多了。你听我说完。哎，魏老师，你行不行啊？魏老师，你行不行？咱们在哪儿啊？魏老师，坐呗，那里行吗？有个地方，总在心里珍藏，那么久远，却无法遗忘。有段时光，总忍不住回望，心上的人儿，不知在谁身旁。有朵花儿，总在心中绽放，那么甜蜜，还带着感伤。梦中的人儿，是否擦去泪光，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。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越是被他捆绑。爱过就不能忘，思念刻在心上，天上你变成了信仰。有朵花儿，总在心中绽放，那么甜蜜，还带着感伤。梦中的人儿，是否擦去泪光，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。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越是被他宽。